古话有云，那个物极必反。哎，你快上去装东西啊！快啊，你啦！哦，物极必反哈，我跟你讲，第一个来一个不讲话的，第二个会来个话超多的。哦，这个也是我们 Lightning Talk 的常客哈。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 B 哈。好了没？好了没？好了没？在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开始哈。好。队长，麦克风。啊，大家好，我是小 B，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Rose 跟白动物 SQL 系统跑在 VPS 上的悲剧。好，不多说，我是小 B， 应该大家都认识我。好，所以呢，这是我第四年参加 Cos Club 的活动，同时也是我退伍之后第一次参加 Cos Club 的活动。好，如果各位以为我要讲 Firefox， 然后错了，这次我要讲换点花样来讲点别的东西。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羊这个东西 ，RUBY ONRAILS。好。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所写的一个 Ruby on Rails 的 application 的一个 Ruby on Rails 的一个程式。然后呢，这个东西它的图案长这个样子，它干嘛的呢？就是因为我太有的时候太去游乐场玩游戏，所以跑出来的东西。简单来讲，那个在它那个西门町有一种很有名的音乐游戏叫 Ubit， 它玩起来就像这个样子，它出现什么就打什么，然后这个游戏很红，然后它线上会有，它成绩单会收集到线上，然后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成绩，因为它内建的成绩单系统太难用了，所以我就自己写了一个从官方网站上面抓成绩，然后把它显现出来。好，那么呢，这个东西目前跑在 Linux 的768 VPS 上面，就是 VPS 加上768 MB 的记忆体。好，然后呢，我刚才因为对连不上，所以大家看 IRC 超爽的。好，那么呢，提供我们感谢卫亚，还有 Giga， 还有人在美国打扮，提供这个专案的这些支持。好，那么呢，里头的东西包含了两个 ROS 实体，两个 Worker 负责把成绩单组出来，然后呢，后面是两个 NoSQL 系统，后面是 MongoDB 跟 Redis， 为了要侦测 process， 后面挂了一个 guard， 就这些东西。好，那么回到当兵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留守。然后传给一个女生，然后结果我收到了一个简讯，她说看，哎，应该啊，刚帮我什么好东西，结果嘞 ，VPS IO 爆掉了，后来被我客户玩笑。好，我觉得哇自己，然后呢，放假之后看了一下，这叭，你的 disk IO 爆掉了，什么啦，然后呢看了一下，再去看她的图，她的图就说这个 IO 突然之间爆炸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搞不懂，我的反应就只有两个字，傻小啊。好，终于有一天我是想联系去 server 改东西，后来联系就说好慢哦，怎么回事？就开了一下 tap， 告诉我机体768 MB 的机体只剩下5 MB。好，768 MB 才是，你以为768 MB 很大吗？照理讲应该不会用完的，可是很奇怪的是，就会在很多很奇怪的地方浪费到 memory， 所以说我们才会这么快用完768 MB。好，遇到问题就要拼命去修它。于是呢，第一个少开几个 web instance， 就是假如说本来开5个，改开2个就会好一点。然后呢，有一些 ROS 很肥，所以我们要尽量让 ROS 载入的东西少一点，那么这样子它记忆体负担就会轻一点点。然后呢 ，worker 就是说我们有幕后的程序去负责抓成绩，然后所以这些幕后的程序也都想办法让它不载入 ROS 本体，然后把真正系统从吃资源的 guard 换成不吃资源的 mount 改了很久。最麻烦的反而是 MongoDB， MongoDB 真的很麻烦，每次都会爆 IO，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可是呢，这爆 IO 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的记忆体大小总共高达 1.4GB， 所以这个无论再怎么修都应该很难修。好，那么呢，我们要改写很慢的 MongoDB query 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很慢的 MongoDB query 保证它会吃很多资源，所以我们只要改进它就好了。可是问题是，这个难易度是5颗星，因为很多小地方很难抓。好，例如说呢，执行 count 在 MongoDB 上面执行 count 的时间非常慢， MySQL 有类似的问题， MySQL 的 InnoDB 执行 count 也非常慢，所以说这可以理解。可是呢，当初是很白目，写了一行东西他会做 count， 所以无缘无故就拖慢了整个程序5秒钟，所以到最后就做一行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尽管如此，一分钟还是爆炸了，滚！我觉得只有这个机体可以形容。好，结论一，当兵写code有益身心；二，ROS很吃资源；三 ，NoSQL 不是万灵丹；四，为什么调教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但是资源有限，找动作调教一下。所以说，就这个阿尔巴尼亚病毒，我们一定要好好给他调教一下。好，那么呢，谢谢大家。然后呢，也感谢也偷在这里感谢为 Touch 秘密的付出很多的卫耀还有 Kika 同学，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小 B 这样子哦。